我哥的面膜。这个好奇妙是吧？然后你上次你没贴好，别人都以为你敷的是那个塑料底。还有人说，你看他肯定是妹妹敷完，他就把妹妹那个面膜底给敷脸上了。太有想象力。我原来晚上躺床上，都睡着了，或者脸上一凉，孙俪把他脸上摘的面膜摁我脸上了，是的，给我把我给摁急眼了。哎，我说干什么你晚上都睡觉了。他说这还挺湿的，别浪费了。这一幕是估计很多家庭那个丈夫和妻子会出现的这一幕，是吧？就是这老婆把这面膜撕的贴在老公脸上了。还有就是护手霜抹多了，你把你手给我。有一次他就这样过来，忽然手，然后这样我说，哎呦，我说对我真好，哎，我刚才抹太多了。